一个是三零年我们的话要实现这个碳达峰。科学的话是一门老师的学问，所以的话我对学生要求毅力要做人，人品是最要第二的话，到底要有科研的这个思维。今天这个团队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国内形成一个与生物传感与智能仪器相关的一个具有一定的分量，或者是在国内处于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团队，更好的服务于这个学校的发展。有这个现在已经毕业去了宁波荣柏的，就是国内最大的这个做三元材料的这个厂家的，也有去了。